带你们去看一下潘道博现在在干嘛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拍你照镜子呢。拍我干嘛？删掉。谁爱进去？闭嘴！这是我们的新买的镜子，镜子然后这个是以前的旧的烂镜子。对。然后你看我们现在的家，应该这个样子，大家应该最熟悉。我们家里马上就要大换洗，我把这破塑料布，然后又买了新的家具。然后明天早上10点的时候，房东要把所有的东西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拿走，所有东西要收拾一下，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。然后先装一些小件的东西，省得明天太累了。明天要组装起来很累。这是干嘛呀？电钻，给大家表演个电钻钻头。不行，这个小朋友不能模仿。家里面只有这么多有用的东西，然后没用的东西全都是垃圾。我们捡破烂，我们为什么让那么多垃圾占据了我们那么大的生活空间？对，我们就觉得说家里储物空间其实挺多的，卧室上面一排，什么电视或者茶几，这么多储物空间，全都是你囤的呀，你喜欢囤东西啊。还有八个阳台，对呀、啊，全都是垃圾。全都是垃圾，就这么点儿用的。什么东西都是先放着嘛，有用先放抽屉里嘛，随时往抽屉里。还有好多是从上一个家搬过来的垃圾。你可真棒啊！给你竖个大拇指。这个盒子是到时候放在新的茶几上的，这个是放在电视锅里的，这个是猫咪的，然后、那是我的茶叶。这是你平时不喝的茶叶，对吧？这不喝的茶叶，然后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放到卧室。对，卧室上面的那一排柜子，这两个也是，这两个是白壁纸。然后我们收拾好之后，放垃圾，我们赶紧把它放到，收拾到卧室，然后扔完垃圾，我们要去睡觉。是，原本还想装一部分柜子，装不了，明天再走，再走。行，行，起来。今天的先跟大家说拜拜吧。好，拜拜。明天见。那边的看，这是哎，最近都不怎么收了，以前总收着，就是基本都是咱们俩认识以后的车票。你说你感觉好像没去什么地方是吧？咱们俩怎么那么多？对啊，好多呀。别的先看，你看光车票就这么多，一打还有船票呢。对，还有船票呢。船票一般人也不会坐过几次船吧，这辈子都、还有这么多机票，机票比较少。为什么机票比较少啊？当然飞机应该是坐的最多的。因为我的机票我基本上都扔了。也是纪念，对，一种纪念。但、我就没有这种毛病。什么叫毛病？就是好，现在就把你的挑出去都扔了。家里马上就要空了。还没睡醒呢，班的人就已经过来了，好困了。他说10点吧，9点半就来了。昨天晚上弄得好晚了，我没有力气再装家具了。那不想弄怎么办？不弄了，睡觉去。刚刚搬家公司把家里东西都搬走了，现在客厅就剩了一个沙发了，空了。然后壁纸也被我们扯掉一半了，然后我们第一步就是先贴壁纸，然后。贴壁纸的小哥哥已经来了，对，在那边整理刷机膜，然后等着下午来送沙发。嗯，我们现在要去帮他一下。好的，半道哥现在要去帮他一下。那你干嘛？我撕壁纸啊，你去贴。地址好玩吗 ？Yuki。Yuki， 地址好玩吗？啊？
因为太调皮被关禁闭的小猫咪乱起来了，三只小猫咪都被关起来了，要关起来了，因为捣蛋。你是怕这个架子撑不住吗？是啊，因为咱们先轻嘛，这边比较重。嗯，你可真厉害。硬核捣蛋。现在在贴客厅的墙纸，还挺好看的。我期待贴完以后，然后家具装上的样子呀。你看 Yuki， 你看 Yuki 搬到我，搬到我，你看 Yuki。怎么又拧了这一家？露着他的小肚皮，哎呦！你的墙纸快贴完了，还有上面一个边边。然后我们就要装家具了。现在几点了？3点。我们今天估计要很晚才能睡。墙纸贴好了。猫咪也放出来了，沙发也搬走了，整个家里变得好空荡啊！啊？怎么了？垃圾墙纸，垃圾，它就是个垃圾。怎么的？一点也不好贴，就一有点褶皱就起泡了。哎呦，也不是实在好看，那就不贴了吧。但是我们贴的墙纸，对，挺漂亮的。赶紧去装电视柜吧，来吧。走吧，我们要组装家具了。好多都没有装呢，沙发、电视柜、鞋柜、茶几。哦，今天要组装家具。这是电视柜，是茶几。图纸能看懂吗？当然能。嗯，今天又恢复你手工博主的身份了，是不是？对的。这个任务非我莫属。对，反正我也不会用那个电钻。我就搬个小板凳在这儿看就行了。嗯，做的不好，再给我生气，因为没有做好。然后我们把沙发再放上，基本上就有个家的样子了。那先放沙发吧。一梦，你过来吧。这猫粮也没有了，没人给倒，大家不敢问，烧点吧。你这是嘲讽谁呢？再说，吃饭了，弟兄，你犯傻了，咱又给吃完了一块。你不饿是不是？给你倒猫粮了，你不去吃？还趴着说着玩。那 Yuki 最能吃的。啥时候都断不了他吃。再往右推一点，推回去一点点吧。还是贴上右边那个边吧，就推到右边那个边那。那再回来一点吧。好 ，OK。我们还有个编辑没放呢。这沙发真的好了，你把脚伸直。哇，能伸直。小米二，开心。电视柜我是不敢坐的。这电视柜绝对不能坐。那时候就是你们两个
啊？嗯？蔡立文怎么嫌我吵到你了？是不是？啊？你们两个要不就捣乱，要不就睡觉。啊！我在外面收拾，你们俩在这我床上睡觉，掉一床毛。坏猫咪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又好上了，又不打架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泰利蒙和蒂蒙睡觉，你也要睡？弄完了不好好休息吗？那么好看。还有地毯呢，地毯没铺呢，赶紧起来把地毯铺了就完事了，快！哎，累死了。为什么不先铺地毯？地毯要挪沙发。先铺地毯就脏了，快吧！不想动，我也不想动，快铺。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们俩现在有多开心，其实我们俩内心在狂喜，但是已经表现不出来了，开心不够，实在太累了。从昨天，前天了，啊，现在已经1点多了。从前天开始收拾整理家里，然后到现在1点，2天零1个小时，太累了。然后还要一边忙工作室，然后做海报，然后设计 logo， 再加上对接单子。等会儿你不是一边，就是因为他在忙工作室的事情啊，美名说忙工作室的事情，然后偶尔还在刷刷抖音什么的，所以家里的家具都是我装的，他还发微博诬陷我，说我不干活。我发微博的时候你就是没干活啊？你那会儿干了？那会儿有活干吗？没有。就是累得有多夸张？我不是买了电动螺丝刀组装家具吗？我这两个手握着电动螺丝刀，我磨起泡了，因为很用力的握着它嘛。可想而知有多累。但是家里装好之后，那一刻真的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好，心情就太值得了。你不要挠沙发，刚买的沙发不许挠，讨厌。就是我们俩为什么拖了一年才开始装那个家？从一开始那个灯黄的不停也拖，拖了半年终于把灯换了，对。然后现在又。拖了半年，终于把家具换了。我们就刚刚在拍对比照的时候，就看着昨天拍的照片，就说：“这是我们新住的地方吗？这是我们家吗？”又家具又破，感觉整个空间很暗。对，整个都是灰暗的。为什么我们要亏待自己一年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一定要趁早。对呀、啊，如果因为虽然房子是租来的，大部分的房子现在是租来的，但是就像之前说的，生活是自己。所以起码家里不用多漂亮，但是一定要干净。对，回到家里干干净净的，心情会很好。推开家门那一刻，就整个人就放松下来。我现在就放松，我要去洗澡睡觉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早点睡觉。好的，大家拜拜，拜拜 ，Yuki， 跟大家拜拜，往这儿看。现在拍不到。